就是骂我打我，甚至拿把刀把我杀了，我都欢迎你们。为什么我这样呢？我说我有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精神，我有牺牲的精神啊，你们愿意怎么样示威呀、我都欢喜。你们到里边饿了吃饭，渴了喝水，困了睡觉，房子多得很啊，何必在外边在门口这么样子呢？他们听我这么说完了，他望望他，他望望他，互相望望，都回去了，不示威。到了，多了我也不会说。我告诉你我的徒弟，话要少少的，人要好好的，房子要少少的，罪孽要了了的。那么各位啊，旁的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，不打妄语，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。你要不信，试试看。会的功德回向给呀、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啊，改变他的思想，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，也不打妄语了。如果人人能这样的，世界绝对没有战争了，世界绝对永远永远和平的。
心悦菩提佛珠，感人至深。宣化老德高望重，禅定躬身，教化有方，弟子遍及世界各地，实为当今世界佛教界不可多得的领袖和导师。今天为了感敬中国法务团举行水陆空大法会的功德圆满，以长跪赠珠，不仅说明了宣化老的诚意，而且表明了他是常不清菩萨的。